音唱出动作有时候会漏掉一些，因为把动作跳小一些。下一个 G G 对，所以这个第四个和第五个连在一起是 R G R G， 你这个 G 读扁一点 R G R G， 哎对，下一个是，哦对，下一个是 Zhun Zhun 啊，你读 Zhun 就可以了 Zhun Zhun Zhun， 它扁点有点 N 的音 Z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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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什么之前啊？你晚了。你要是晚，艾尔他手里的那个兵 Let It Go 的话，你已经晚了，好吧？你现在已经出来了。你不一个调。你们就是这样，我这样转一下，然后大家就都。Let it go, let it go。好了。两个五两七九五两六，然后第六拍手，呼。
手往后放，左边脚，左边用右脚点。
右边用左脚点，哎，对，快 ，six seven eight one and two， 哎，说话有点紧张，然后再走，然后这里要，因为动作放慢了，我们要突出这个动作，你在看我吗？Yeah.
我是单枪匹马的杨子荣，横刀向天下的谭嗣同，不畏惧任何艰难险阻，全都握紧。赛空通宵，我冲动思想，空洞整天静坐，恰恰白日梦。大家来说一下，就从你自己开始先说一下。我拍子还是有几个地方失误了。嗯，有几个地方失误了。失误的主要原因是慌了。为什么要慌呢？听到自己声音心慌。听到自己声音心慌。跟你讲，很多时候在台上啊，没有耳返的时候，有耳返当然是最好的，没有耳返的时候，那你比如大型的舞台上面，它都会有几个音响，那个反听，反听的话它会回馈给你自己，就是你唱，它这边是可以单独调的，下面的人不一定听得到。那有时候呢，你知道你自己唱嗨了，或者是说音响老师失误了，你自己也听不到，那这个时候你只能靠自己感觉。所以你心中永远要记得，第一，为什么就从第一节课开始强调，就是说你们歌词一定要背熟，就是为了应急这种紧急的情况。另外一个东西，我刚刚问你，你说换气换不过来，对不对？那这个东西还是跟你歌词不熟有关。你知道为什么我叫你们录出来啊？因为录出来之后，你自己也能听到自己唱的声音，是吧？这些错误很明显的地方，我们直接就可以听得到，是吧？然后还有一些咬字。我站在你面前断言，这世界身怀绝技的人，只为时刻关注，他们选择了别人不敢选择的路，怀揣着不同目的，你我共同呼吸，却拥有不可一世的勇气，不会躲避，度过每一个昼夜的更替。就是也是很多地方切换不过来。切换不过来。啊，刚开始就很乱。就很乱了，是吧？那所以，第一，这个词不是我们自己写的，那可能有些换气的点呢，我们需要去斟酌去找一下，对吧？那如果是自己写的话，其实就你知道配合自己的风格嘛，那知道就更容易知道去哪里去换气了。那没关系，我们学习一下。你们现在有开始在自己写自己东西吗？没有，就尝试也都没有尝试去写就完了。之前我今天下课的时候一起写过一次，我今天下课的时候尝试了一下。我准备喝下这碗庆功酒，潇洒的坐上马背，香味铺上小路走，君子在此立誓，真诚绝不回头，直到弹尽粮绝，也绝不亏欠一时无手。我曾在你面前断言，这世界上怀绝技的人就值得时刻关注。想要自己来说一下什么问题？第一个就是气没有换，气没有换上、然后还有就是曾在你面前断言，那三句，然后有点乱，找到拍子是吧？然后好像还有个地方进早。我有个问题哈，为什么你要在这里断开？白霜整个杀了，小人之场战争被我战胜，变个环境变得重生，没有气了，没有气了，然后这里也是，你就可以完成属于你自己。我是单枪匹马的杨子荣，横刀向这我是为了接后面，哈。那这里为什么你没有唱呢？这白日梦，心如风，坐入中方，我等雄心死与共。这为什么没有唱庆功酒那一句？痛饮这杯庆功，也是没有气吗？不是，因为这一句接了下一句，然后接到中间了，然后干脆直接从就不接了，是吧？那小卓也是这个，你当时也是唱的是，没有唱那个庆功酒那一段。坐骑是白日梦，心如风，坐如中伴我同行生死与共。庆功酒。你这个是自己设计好的是吧？就故意不唱那一句。就如果唱的话，我唱了一半，那个举杯已经开始唱了。但他未曾让我害怕，熬过了阴险狡诈，也看不到种种迹象，一险被掩盖住的赢家，我等待人生的回话。就是我一开始前面那就有点进错地方了。对。最开始对。对，然后就是然后就中间那就那些就有些节奏快的地方就乱掉了。然后主要是我觉得好像你的气，你平时有运动吗？啊？打球什么的。最近没怎么打了，我觉得你气听起来比较弱一点。你可以没事多做两个浮力挺身，把这个气加强一下。肺活量的话，你们也都没事的话，可以多做两个浮力挺身什么的。就是你觉得就是咬字这件事情在说唱里面，我们到底应该就是怎么去做？首先嘛，我们看歌词，好吧？如果歌词确实没什么意义的话，可以不用唱那么清楚，你也可以不用管它，你想做什么风格其实都可以，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传达的意思，如果这个意思很重要，那我们就把它唱清楚，如果这意思可以忽略不计，那我们就没必要把它唱清楚的。然后当然也要看歌曲整体。 One, two, three, go。 我的梦想
在每个新进来的早晨敲打我的心房，告诉自己生活的道路还很漫长。有点高。我的梦想在每个醒来的早晨敲打我的心房，告诉自己成功的道路还很漫长。这个还高点，这个还比音乐调去高点，这个在每次把握机会要太自我主张，真心给你年轻的意义还很漫长。我的梦想在每次把握机会要他自我主张，真心给你年轻的一样宽阔的胸膛。这好高啊，我感觉是审美。老师现在有哪些觉得高的？老师我觉得高，九十五觉得高的，就是算不算战场，请你为我一串爱的火掌。今天我将要走向这胜利的远方，我要让这世界为我祈祷。在每个醒来的早晨敲打我的心房，告诉自己成功的道路还很漫长。就他吧。在每次把握机会表达自我主张，真心给你年轻的一样宽阔的胸膛。来，那个左上上来的所有精力风雨我听的。走，所有经历风雨的温柔与坚强，所有青春无悔烦恼与挣扎，所有青春无悔烦恼与挣扎。陈先生，你唱一下这下面这句。所有奔向未来，我们几个人来唱。人生已将扬，所有冲破捆绑的热爱与癫狂。要他自我主张，真心给你年轻的一样宽阔的胸膛。所有经历风雨的温柔与坚强，所有青春无悔烦恼与成长，所有奔向未来的理想与张扬，所有冲破捆绑的热爱与癫狂。停已经不停了，这人是这样的。你知道今天上课的什么内容吗？Sex。不是你们群员吗？这两天是不来还是怎么样？咱们要去自学。你确定？自学。咱们先说一下吧，今天咱们还那个十一月的那个上面计划论，然后。
第一个舞台就是我们的那个 Seventeen 的 Sex Two， 你们有选 leader 吗？有，是两位。你们两个 leader 是吗？那你们不打算了？怎么办、啊？差两个人。两个人，哎，很麻烦。他们两个可能这方面挺强的，他们两个舞蹈技术也不算差。嗯，你们是有什么解决的方案没有？暂时。是确定这段时间都不来，就是只有今天这节课。知道，不知道他们的情况。然后你们有什么想问的，赶紧我们到主直接准备开始。有。啊，说。就其实我们刚开始看这个舞蹈的时候嘛，其实我们还是有几个比较担心的问题。嗯。好，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身高问题。嗯，对。身高这个问题，第一个你们应该也有看到，这个队形是比较复杂的。嗯、然后，这个肯定不可能说把你拔起来，特别把你打下去是吧？那唯一有的方式，跟以前之前我们跳舞有一个同样的处理方式。第一个就是高一点的同学可能在做动作中稍微收一点，矮的同学动作大点。但是偏偏这是舞蹈最麻烦的是，它走位太快了。就是俗话我们说的叫走位靠飞。就可能你们已经觉得你们在飞了，但是现在可能跑得更快，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像腿短同学，你可能得掐着过去。但没办法，这个东西我们就只能去用最原始的方法避险，并且不能把你给拔起来。所以这个可能对你们稍微身高矮一点的同学有一定的影响，是肯定会有的。可能人家两个走过去，你可能得变成四排走。这个到时候罗老师这边根据你们的情况去改，可能会改一些路线。还有是，我们这有一个张杰，他脚受伤了。那么是否我们可以这样去处理？嗯嗯。第一个就是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他有什么问题出现的时候，酌情处理，能让他休息。我们不能要求你百分之两个 leader， 不能要求百分之百方面，但至少大家如果跳到百分之百，你至少要跳到百分之九十。你不能说我们一个脚上我只能跳50%，那么你在整支舞蹈和整个团队里面就会显得很突兀，好吧？其实在，我们在演绎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艺人也好，他们都会经历伤痛，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但我们可以避免什么？就是当我们你们现在小孩，当你们在休息的时候，就不要跑，不要跳，你们就好好保护你自己，为了场上那几分钟，为了表演那几分钟去尽力就好。嗯，当时我们在选的时候，我们也问过他，就是。因为考虑他脚受伤了嘛，然后我们就问他，就是你确定你脚行吗？然后他这边给到的回答就是，他说他可以。他说他是愿意跳的嘛，嗯，是吧？好吧，这个事情我们只能这么处理。然后你们俩怎么下来，在辅助他练习的时候，老师配合，就不要让他太过分的去做。因为原本说是我们全员跳，但是现在因为缺了两个同学嘛，那我们。哎，这个你们俩真的得引起重视。对，这两个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且这两个，并不是觉得小杨聊得不好，而是确实在一定的基础上面，就是所有的速度上和记忆能力上和自觉性上是欠缺的。那么，可能你们俩要引起重视的东西就是，老师这边可能会同步慢动作给你们，你让他们自己去发挥，不大现实。慢动作同步给你们，那你们自己得想办法去检查，得每天督促。一拍下去，控制不动，大不大？好，这个地方拉的时候，你们的身体其实是怎么拉的？看啊，它下去是这样的，对吧？大不大？拉的时候，你身体移动的时候往后，再下去啊，它的高低起伏也要有啊。你现在是平的嘛 ？Very easy， 有，我感觉我的记忆被填满了。我感觉我变了，对，我的大脑内存没了，对，大脑内存没了。没有，不是，就还是我记不到了。不是，是脑壳疼。出门左转，你出门右转。我还可以融。那个出门下楼，可以融个几个动作。三到位哦。
你就直接咔咔咔。
哎，唱准点的还。Oh,
王英啊，你再给我看他跳的动作，放松。
感情变化，就是对大家，就是我们十二个，就是从不是过了就在一起过了两年嘛，就是然后我们肯定是就是对相互的就是就是认知，就是印象肯定也会变化嘛。那你们觉得你们十几个人之间现在是什么样的感情？其实我感觉现在算是中间那个阶段，反正就是每个人就是之间感情变化就挺大的，就是反正就很大的差别，肯定是好了，就是开始慢慢熟悉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非常的熟悉彼此，非常了解。我觉得就是现在就觉得我，因为我感觉现在找不到一个形容词，我觉得应该是现在就是可能也不能说是完全的团结，因为大家可能到内部可能还会有一些矛盾，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在这个矛盾里面找到团结的地方。我觉得就没必要把情感写进去，我觉得更多的应该写志向，还有就是从开始做到现在里面的变化。首先呢，就是从稚嫩变到了成熟一点，比如没那么憨了，为人处事方面比以前要冷静一些了。开始的时候因为跟大家不熟嘛，但其中有几个还是比较熟，后来呢就认识了大家，然后就发现其实大家其实也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高冷。那么谁在你想象之中很高冷？来 Q 出来好不好？朱志鑫很高冷，好高冷的。朱志鑫来说，他只单纯的觉得他的鼻梁很高而已，没什么冷。高但不冷。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来的时候就感觉很孤立，很那个啥吧，然后越来越就跟朋友们就玩到一起的那种感觉。不过就是感觉这种气氛吧，可能要比刚来的时候是越来越好了。就是平常一般人吧，就是离某一个朋友或者一些朋友，就是比较久了之后，感情会淡一些。但是在我们这儿的话，就是像张泽宇和张吉他们回来了之后，我们还是会很就是就很自然的就把张吉和张泽宇带到一边去一起玩去了。就可能思考一件事情一个东西就会更全方位的去思考事情发生，就比如发生的原因，假如说你认识一个新的朋友，新的一个人，你不可能只见他一面或者只从某件事情就能看到他什么的，然后就会去思考就各个方面，我们要就可能就要面对我们新的环境，可能工作人员也在换，然后以及我们一些朋友啊或者一些老师有可能要就是需要适应新的环境。嗯，其实我是那种比较慢热的一种，就是我可能真的只有玩熟了才会很放开。其实我觉得以前我觉得我没什么个性，就比较随波逐流，就是要去迎合一个集体。如果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自己不想去迎合这个集体，我觉得我只是为了给大家玩好，就是你还不如把这些时间拿去留给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对，但是很多人他为了做那个事情，是因为他害怕孤独。我也很孤独，也是谁愿意来陪我？我。我感觉从2018年到现在就。最开始我们就是单纯的友谊，就到现在呀。那他如果真的想融入我们，就应该就是应该坦诚的向我们表达他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就做些比较没有意义的事情，从而融入我们。他可以对大家说，就是自己平时就是来到这里，就是没什么朋友，会感觉很孤独，想跟我们玩，我们可以跟他玩的。就是如果他不给我们表达这些。然后自己默默的，就是一个人，就是他自己的想法想加入我们，但却不跟我们说，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可以接受，但我自己就接受不了那些比较感觉双面人吧。没有一个人是他是绝对的亲人一面，他不可能会跟你说。他面对所有人的时候，面对不同人的时候，他说的话做的事情，他真的只能根据不同的人。你本人肯定也是。对，你应该也知道，比如说你面对你的家人的时候，或者是面对我们的时候，你面对你学校的同学的时候，面对这里的朋友们的时候，应该都是会有不一样的。但是我相信你说的那个坦诚的点，应该不是这个含义。我觉得是说，是不是在这个表达上稍微会有一点。对，我们大家其实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的态度，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就是起矛盾。这个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只会越来越不团结。
因为讲我们这里集体都是，就是陈天润，他不是觉得，就融入一个新的集体，最开始的时候就会，怎么说呢，就会很，就觉得自己很孤独嘛，然后，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经历嘛，就是我小时候从我幼儿园开始，我就每一年我都要换一个学校，反正我换了几个区读幼儿园，然后每一年我就要面对新的同学。好，可能有一个，我就是看到一只脚飞在天上，刚刚滑了一下。我不清楚了，我信了。然后我每一年就要面对新的同学，然后就刚刚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太帅了。然后我到了，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我一到了，然后就会有很多男同学，然后就他们会带动，不是他们会带动我一起，就和他们一起玩嘛。然后我陈天润就是如果带动他的话，他就话就比较少，然后也没有什么共同话题。我当时话很多，现在话也多。然后就跟他们玩的比较合嘛，然后隔了几天，然后我就和班上同学混的比较熟。就而且，如果你要融入一个新的集体，首先你不能，你要活跃一点，不能就是这么。那你还不相当于去迎合别人？但是他有自己的观点，迎合别人那个叫活跃。你他只是为了迎合别人的那个叫活跃。我是不是这个公司来的算早的？然后当时我就一个一个的新同学，特别是于涵，他就刚刚来的时候就比较，就已经很那个了。然后就，当时除了邓佳欣、佟丽坤玩的最好的就是还有穆胜强，玩的最好的就是于涵了。对，就我跟他可能共同的话题要多一些。就最近吧，我们两个就经常聊一些关于篮球的东西。那说大家分享完了之后呢，其实我们旁观者吧，说一点就是想法。我觉得其实你们所有人的情绪带动啊，比如说只要是在公司这里的，那其实所有的不管是说像小黎的泪水，还是其他人的微笑，其实你的笑啊，还有你的哭，其实很多时候都来自于你的朋友们，是吧？你也是因为他们哭。不管你们之前说团不团结，或者说是在不在乎，或者怎么样，有没有矛盾，其实不管时间放在这儿了之后，彼此都还是很在乎彼此的。不然你不在乎一个人，你绝对不会因为他哭，因为他笑，你只会觉得根本就不想理他，是吧？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了时间积累，就像刚刚阿顺说的老员工积累啊，然后这样子呢，就是彼此还是会有一定的情感在里面，然后我们就是把就是刚刚朋友们说的这些集合成一些关键词，有冲突，有成长，有变化，然后呢也要表达一些自己的态度。那我们就是总结这些关键词之后，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写进我们这两段的就是 verse 里面。一个宝贝的存量，四个宝贝节拍器放弃，四九秒开始节拍器，我知道这个开始。大家就是是承担着所有人的感觉，但你们四个是代表所有人，把你们这些经历的所有东西写进去。那就好，你从第一个古典进来的时候你开始写。我知道了，不好写啊，是古，看到没有？那个，我觉得这儿可以写好点。二十没有人买。对，我写在这儿开上面，我觉得老土一点。一人读两句，一人一个吧，读两句都。然后后面说唱一个。然后不，后面说唱我们就。合作性的说唱，比如说你唱一个，我唱一个。这样我来说，你来写，我有点赞。2018到2020，经历了不少事情，保留了棱角，露出了锋芒，保留了棱角，露出了锋芒。这是我爱做的事情，还是压了一点韵。你看念起来行不行？万一我们四个写的内容重复了，那没事，到时候要改。那只有一组，关键是最后的时候把那个词。要不我们这几个就分趴写嘛。分趴写。就比如说你们这几个词，我们这几个词，不然就会写混。这样，你们承担这两个，你们要成为超级偶像，承担梦想的重量。那我们写前面八个。还比划，我们不就八个词吗？我们一人分四个，你加一人一句。四个
分得太远了，观众记不到。因为这个还是有说唱性质，说唱相当于讲故事。如果你分开，就是相当于两个等份，它不是故事。如果你前面有，后面有，把它连成一串，它才叫故事。你前面有什么？做大事。前面八个是引出后面这两句。哦，可以。哎，我们是哪几个词呢？我们就是两句，你们就两句，你们就把这两句。就把这两句放为中心论点，懂吗？学会议论文了，中心论点。那前面这些词我们都不能用吗？前面那些词你们可以想想其他的。我放屁的试一试。我把我那个其实也只有一个吧。我把我那个整段给刷掉，很少。试一下吧。其实独白可以读慢点，所以说我是再重新来，重新来。2018到2020，经历了不少事情，有孤独与陪伴，保留了棱角，露出了锋芒。这是我坚持的事情，在自己的路上越走越远，有大家的陪伴，度过艰险。那就开始。还行。然后你发给我，我把它整理到一起。你把这个复制发给我，把它整理到一起，然后开始写 verse。感觉两个八分不太算 verse。Don't ask where we are from, don't ask where we are going。Yeah。我就是我自己，不被他人制止，走过的地方都留下我事迹。我见世间人个个争义气，却推我到刀门之地。我脚踏实地，七心迷离，穷贼兵没输尽，走这条路要无所畏惧，通过了努力达到目的，想要走向远方。所以就是我自己，可以是吗？是吗？没关系，还有时间练。2020经历了不少事情，有孤独，有陪伴，保留棱角，露出了锋芒。这是我坚持的事情。Don't ask where we are from, don't ask where we are going. Yeah, 我觉得，来，我感觉。2018到2020经历了不少事情，有孤独，有陪伴，保留了棱角，露出了锋芒。这是我坚持的事情。Don't ask us where we are from.Don't ask us where we are going. Yeah. 我说完就硬了，可不可以？我说他们就不讲了，咱这边咱也觉得得行。我说完你就硬了，算了，我需要快速，需要快速。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们这个只是就是就看你需不需要修改，好吧？ Yeah, 大家不要紧张。我就说自己没他人制止。2018到2020经历了不少事情，有孤独，有陪伴。保留棱角，露出锋芒。这是我坚持的事情。Don't ask us where we are from, don't ask us where we are going. Yeah, 我就说自己被他人制止，走的地方都留下了事迹。我见识见人各个争议，谁推我到刀门之地？我脚踏实地，细心比你穷贼兵羽毛书记。走这条路要无所畏惧，突破了努力达到目的，想要走向远方。所以，来到这陌生的地方是为了成为自己习惯的模样，却因为内心困惑迷失了前进的方向。不要伪装 must be strong， 要倔强，要活得像样，不要用别人的评价来判断自己的梦想的重量。记住，不是努力过多就会有回报，不要把自己努力想得太重要。声啊，小苏这边的，就是我会容易听不清楚词。老师，声音放大点。我，
话筒的不是，是要么是你这个旋律就是实在是太在你的太安逸的区域，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哈。因为这种 melody 的话，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给到你的意见。要么就是你的声音可以再大一点，好吧？我们再录一次好吗？我觉得两位也挺好的，好吧？到这陌生的地方是为了成为自己希望的模样，却因为内心困惑迷失了前进的方向。不要伪装 Must be strong， 要倔强，要活得像样，不用由别人的评价来判断自己梦想的重量。不是努力过偶尔就会有回报，不要把自己努力想得太重要。 Hierarchy you are the lucky you will be， 在我的心里分离这样才有。OK， 好，感谢两位。看，然后二打三四，对，就是二打三，蹦蹦蹦蹦往里面搓，对，四拉回来，对了，再来一次。자이어서시작하겠습니다음악주세요就你们几个有一次，不要再啊！老师，饭菜完了吗？
着急，不要等一下吗？对，你不要等。他是这样的，一二三四五六七，手放好。应该是四到这儿。每个人都在旁边说说说说，然后他们数拍子也不拍子数清楚，一二，然后上次老师说跟着音乐听，这次他们又，然后这个拍子数的跟音乐又不一样，怎么跳啊？人又指定了我和张宗宇两个看，他们又不在那里跳，本来说了十五分钟跳到副歌，十分钟才弄那么一点点，还浪费时间。来说一下今天练习 Thanks 的进程，自己的进程。还有一段没学，然后呢，前面跟音乐跟的似乎大概可能还行，然后呢，但是后面那一段呢，还没太跟着音乐。好，已经学完了，已经学完了，但有些细节是做的不是很好。就是呢，今天刚来学，之前就是学了一点，截了这一期，然后学了大概三分三十秒的样子。不是3分30秒，然后就动作还是不是太熟。就是刚刚看大家一起合练的时候，两位就是会有那种自己没学的趴，然后就自己跟人在站着，还挺不错的。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好突兀啊！就别人全都在地上打滚的时候，我一个人在那站着就行，我特别憨。害怕跟不上吗？后面？不怕。二七。八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个分，三二三四五六七走，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打四五六七八。
抓一个。张辽去抓一个吧。一个吗？一个。来吧，第一个。啊，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哎，就第一个吧。哎，一、二、三、四、哎、五、哎、六、七、哎、八、九。我举杯喝下千万金功酒，潇洒的坐上马背，向威虎山小路走。君子在此立身，志向绝不肯回头。知道的尽忠，却也绝不会轻易收手。我总在你面前断言，这世界什么全世人都值得时刻关注。他们选择了别人，不管选择路还站在不同目的，因为共同呼吸，却拥有不可一世勇气，为躲避度过每一个照片钢铁。Yeah， 世人没想的那么完美，天真假人大人也同样没机会犯罪。他会承认我害怕偶遇，一切狡诈，他们种种迹象没掩盖，等你来到我们再一个生日的话，毕竟在这一杯酒剩下的小酒，剩下真人比我真实，变更环生变成成双。如果你真的那么有骨气，你就该装成属于你自己英勇使命的人设，但这平凡又不可能到现在的才是对。像我冲动思想冲动，天天做就是不服，陷入风就有种霸王龙先生最够庆功酒，不服强则迈开大步向前迎风走。 Turn it up， 给我共饮这杯庆功酒，为难自己看我如何为你伸伸手。 Drink up， 举杯痛饮这碗庆功酒，不服强则迈开大步向前迎风走。Everybody hands up!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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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来日方长，平顺成。学得很好。刚刚那个梳子其实挺帅的，就是如果可以上台带那个东西当道具的话，我觉得可以。借吗？真的真的真的。笑啥？做什么？是吧？耍一下帅，不要讲话。这对于他来说，说出你的缺点，这是小技术。对你来说是。It's easy for him. Really? Show me how. 来，小猪。啊，小猪够帅的是吧？动作都不用，可以可以可以，眼神很有杀气。好，小宝其实是很可爱的。还有一些动作，比如说哈，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比什么，有看到一个就是并没有很多的一些小动作，对不对？但是手也一直在动，跟着你的歌词是吧？这个你的设计好，然后你们还有一个坏习惯是什么？你们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你们很喜欢看地上，你知道吗？在台上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能够看地上。如果你们不知道看哪里，你们看远处。好，第三，眼神一定要坚定，好不好？要有沟通，要有交流。能接触无花果，莫擦出花火，不然回首来往过客早已锈迹斑驳。不要怕看我，而我依然是盖地虎的天王，准备要的宝塔，一天都一地都一素，眼神都奋力去争。过去中的畅想，已足足上了上。不需消息，小也不要怕看我。带着金玉的枪，天边降无尽的光，来寻找失落的伤。轮流转了头来断了多少念想，生活为了金创跌宕，但你不可失去信仰。唱独特有缘才越唱越爽，我们正能量及贵负能量，都和那战友都能跟着货跟着上，扫平那些沙皮蟹将。One two three go， 我肩膀下肩膀轻动，肩膀下撒浪坐山马背，先为虎山小路走，君子在此立誓，这从前不回头，直到那金良绝也绝不会轻易收手。我从在面前断言，这世间身为绝世人都值得时刻关注，选择路盘揣着不同目的，你我共同呼吸，却拥有不可一世的勇气，不会躲避，度过每一个昼夜更替。世界没你想的那么完美，坚强叫人大人要用眼睛机会还嘴，但他会怎么不害怕，偶尔一些狡诈，你看我的种种迹象，一向被掩盖住的评价，我等待你胜利的回话，并且等奇迹被出手和杀的小人身上喷出的火焰，片刻缓冲便能重生。如果你真的那么有骨气，你就该转成属于你自己应有使命的人生。他们两个其实比较凶你，我们两个没有那么凶。好，你耍酷可以，耍酷的时候就忘歌词了，是吧？这个你们多练习一下，好不好？就是耍帅的同时，你要想下面要干嘛。是我来到现场，没有，已经没有这句话了。尖叫声在哪里？对，要喊得很有气势。尖叫声在哪里？尖叫声在哪里？对，然后要很帅的那种，然后站在前面你就不要乱动了，好不好？站在前面你就不要乱动了。
要喊得大声一点，好不好？你们的尖叫声在哪里？对，大声点！可以，可以。下面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第二段 verse。能结束从来没有那么多次，有请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第二段 verse。 你的名字叫第二段 verse。 你说接下来的不要带走第二段 verse 献给大家，就第二段 verse 准备好了没有？你知道吗？要有气势。Yeah.